早上大大，早上先生，你好吗？唔该，我想介绍自己，我叫李拉哈尤，我今年33岁，我孙为狗，我结咗婚，我有一个细路仔，我有3个兄弟姊妹，我拜第三，我生过150粒米，我生中155公斤。我读咗中学毕业，我喺南丰苏马德人嚟，我学紧住于中国苏都咪广东话，我唔识主语，但系我识主语主语。我以前在一喺一次啊，得2年，2011年到2013年，照顾公公85岁，婆婆70岁。我以前在一喺马来西亚2年，2018年到2020年。照顾 BB 暗出世，照顾小朋友两岁，我食正结屋嘅，煮饭、洗衫、晾衫。我暗劲狗，我暗劲猫，我希望大大先生姐我，唔该晒大大，唔该晒先生，再见喺香港。